好，主办中持续带您关注终结遭高空吊臂砸中酿成一死十伤的这样重大的公安意外哦。在稍早呢，台中捷运公司也对外召开记者会，来公布初步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哟，就是证实呢，这个建商呢是的确是合乎规定在捷运距离6公尺外来做这个施工的这样子的状况哦。不过呢，大家都想问的是，为什么在列车行驶当中，其实呢第一时间保全就有听到声音的异状，同时呢又有拿起对讲机来通报站长，列车还是没有继续行驶而没有停下来，才会造成这样子这么严重的死伤哦。对此呢，中捷也做出回应，带你来看稍早段访问。在昨天访谈的过程，他的陈述是，在开关门的时间，他去警戒这件事情，他正在执行的时候，持续观察旅客上下车。那保全在这个时候有趋前，跑向他，站出车门的位置，那并且有跟他做一些示意，那可是因为后来车门关闭，列车出发了。于是他只看到他有跟他做一些手势，跟他做一些示意，可是当时还无法意会是什么。那当他回过头来看到前方粉尘慢慢清晰，看到是障碍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32秒的时候，跟我们行控中心做一个通报。他一手拿着无线电，门发话钮，尝试跟行控中心紧急做个联系。另外一手，像刚刚影片所看到的，他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执勤包里面有刚刚我们架控台盖板的钥匙，打开之后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这一些无论是通报行控中心，还是尝试操作，去让列车紧急停车，都是我们规范的 SOP， 只是这个时间，真的太过于短暂，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而造成这样不幸的结果。中捷表示因为呢，中捷的车厢呢是全自动无人驾驶，在全世界的无人驾驶系统当中呢，遇到呢轨道如果有障碍物呢，是没有办法来提前侦测来做预警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必须要靠随车人员发现了前方有异状，拿出摄像头备用钥匙打开就是装置之后，按下紧急刹车钮，才有办法呢将列车完全停下来，否则呢，民众呢如果是按照一般的SOP 流程将这个按下这个列车里面的警示按钮呢，列车呢还是会直接到下一站才会来做停驶动作，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会让大家都非常惊讶，为什么呢？中捷没有办法来提前来示警已经前方有障碍物了，而且呢没有办法让这个列车停下来的情况，而中捷呢是回应说其实呢在第一时间状况讯息非常混乱，根据监视器可以看到当时呢其实呢列车还是正常的让乘客上下车，所以呢也就代表其实乘客也在第一时间也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状，是一直到呢列车撞上了这个钢筋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呢这个中捷的这个全自动系统呢是没有办法来提前侦测有异物掉在轨道当中，而中捷表示呢，他们事后呢也会来加强检讨，是不是要在轨道或者是在月台呢来加设这样的警示系统。以上是我们场情况，主播。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